来看一下小琴艺93的胜率啊，真的，这种雕刻家呢，一分钟看阵容基本上就可以下定论了，因为这个胜率的雕刻家，我觉得阵容只要不要特别针对他啊，就很好打。园丁、咒术、先知、佣兵，这阵容打雕刻家多半凉凉，直接冲！这个局能平？不可能，这个局多半是个多抓，我觉得有90%的可能性是个多抓，平或者输只占10%。园丁、先知、咒术这个阵容不够扎实的，这个阵容打单刀型监管者蛮厉害的，比如说你打个什么呢？你打个速闪啊，打个厂长啊，打个单刀的什么，再想一个小丑，哎，都可以。但是你打雕刻家我觉得就够呛，打雕刻家就够呛，这个雕刻家上来已经一夹了，待会儿再一夹以后一个闪现带走，节奏就好的一塌糊涂。外面的队友就一只鸟嘛，给不了太多支持的，好的，一个交互风可以，4秒钟闪现，这边板子给你踹了，然后先用交互夹来卡住这个点，退回来一刀，有鸟还没给上，这边鸟慢了，70的机子，也就是总量加起来差不多修了两台，因为两台70，1台50嘛，对吧？190几，差不多是2台机子。佣兵这边的话位置还被找到，先知这边被通缉到，这怎么打呢？打不了了啊，这个局没得打了，穷者不具备翻盘能力，然后呢这边又要被雕刻家滚雪球啊，这边要被雕刻家滚雪球，一夹园丁拖不到，这个时候给鸟也不是特别好，先知鸟又没给上，因为你这波给了鸟，园丁这里的话就算是吃上这只鸟是一个什么结果，鸟给上了，园丁这边是个半血，雕刻家这一刀打完以后存在感是不是到二阶，到完二阶以后我这里的话噼里啪啦用崇高雕像来打你，你是不是也得倒？其实在搏命结束差不多，要么卡着搏命结束时间，要么就搏命结束再过一会儿火就击倒了，差不多的。这只鸟的一个作用其实挺一般的，这边投了一个坟场，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种90%几的雕刻家呢，但凡这种节奏只要是正常都不用特别好，然后呢阵容不是特别针对的，基本上穷者赢不了，路人局嘛，你这边想打出比较好的那种顶尖的配合也比较困难。这把呢先知这里的鸟确实也是没什么机会给上，刚才好几波，这把刚才看到先知是3次啊，鸟没给上，但这个东西主动权还是在雕刻家手上面，这边先知下来救一波人，2个雕像先打你一刀，先知顶鸟，差不多是4个雕像啊，一波推，好的，那这波雕像没打中的话呢，人应该是能救下来了啊，人应该是能救下来了。但佣兵这边手里面是一根针，哎呀，这根针有点问题啊，这根针呢，佣兵走不了了。这根针，而且佣兵刚才是，哦，佣兵刚才是这根针把自己补满的，他的护臂有交完吗？佣兵二挂，外面差一台整机，先知还能再救一波，但是这台机子。哦，先知修，然后让咒术师压满就扛刀电拖出一个3人开门战，想的有点好了，这个剧本想的有点好，理论上面来讲不可能的，因为这边的话一定投坟场去打你先知，然后你先知只有半血，对吧？我6个雕像打你个半血先知，我而且他能打两轮的，他这个坟场这轮打完待会儿还能再打一轮，43的机子，咒术师救下来，一夹雕像打一刀，那还行吧，就这边如果说选择放弃，对，传送落地秒先知呢是最稳的啊，传送落地秒先知是最稳的，先这边拉走，这里的话咒术师得过来抢这台机子，我觉得
两个人补状态有点来不及，但还好他们没有过来抢。雕刻家这边回头了，这个雕刻家对于密码机的一个控制其实做得蛮好的，只不过呢就是他刚才那个坟场没有能把这个人给秒了，这边佣兵状态补满，问题不大，不要慌啊，不要慌。为什么呢？雕刻家一定是会把这个传送拖出来以后才允许你们，就这个机子这一波打完呢确实有那么一捏捏可能性能修完了，但是呢一定是等到这边传送 CD 好了才可能让你们修完的。他怎么可能这时候头铁，对吧，莫名其妙去把这边的这个机子放出来让你先知白修的吧，对不对？这边的话一组雕像能秒吗？没，哎，秒掉了，秒掉那就赢了。就是即便这个机子真的求者修炼，那也是雕刻家手里也有传送，那么求者这边什么局面呢？待会开门战的时候，先知他不是满血，是四分之三血，佣兵他是一个挂飞，对吧？咒术师的话呢也是四分之三血，然后带孤，这个孤呢可能还会被消耗掉，所以求者在开门战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弱的，是非常弱的。所以的话咒术师这个孤不交，那就隔墙交雕像带你走了，七秒钟传送好了，佣兵这边补机子，把先知摸起来，好的，可以。投坟场，这里看到了先知，看到了佣兵，就刚刚那波没摁死，就一组一波坟场的。他其实那波坟场，我觉得手里面有六个雕像，你留着做防守干嘛呢？我需要雕像来防守吗？我就一轮雕像把这个仙子给砸没了，就稳赢版。但是他留了个后手，就留了个保险，以至于穷者这边，哎，仙子们没倒，那边把人救下来，还让佣兵走了，倒也不让佣兵走，他是没抓，他是管密码机了。这边的话追佣兵啊，佣兵是个挂飞的，一个护臂跳。这里咒术师五成孤，先知咒术两边起机子，投坟场。咒术师往下一跳就行了，对，跳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他不需要走来走去的，就在这边等着，等到你的坟场结束，然后再去补机子。求者外围重新修台机子就是最正确的了。再传送，哎，这再传送。那这三人开门战好像就有了呀，这台机子要好了，你这边挂个地下室，你手里没传送啊，这波有点亏啊，小兄弟啊，小秦毅，这波有点亏的，一个传送换个地下室，我觉得不赚呐，而且这咒术是五成孤，这佣兵来就满血佣兵，你投分场秒先知不可能的，这个先知一个雕像倒地呢，我觉得有可能把他秒了。半血先知，而且人家这边会防你，防得很好，机子压好，好的，佣兵过来了，你拦得住佣兵？这一波我觉得打的没必要啊，再拖这个传送五十秒，两个挂飞了，咒术师这边也是个挂飞，打一刀，那要等，这边佣兵的血给我办，哎。打一刀咒术师，他这边是不想让佣兵吃这个大心脏，先知这边点门，他追佣兵的话那边门能开的话，他再想要秒这个咒术师只能是一个坟场，最后一个机会坟场，但是先知这边门你还挂，